停车，停车！警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车里有没有小孩，有人报警说他的小孩被坏人带走了，所以我们在检查每一辆车。哦，我不是坏人，我车里没有小孩。好的，你走吧。停车，停车！警察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车里平时拉小孩吗？我们车里没有小孩子。那你走吧。停车，停车！警察，有事吗？你车里有小孩吗？我爸爸车里有小孩。车里没小孩，儿子，你不能瞎说，车里有小孩。警察叔叔，把我爸爸抓走吧，我爸爸是坏蛋。把他带走，小孩终于找到了。小朋友，谢谢你的诚实。